题我们到时候一块解决。谁添乱了？王大爷，王大爷，他俩是一伙的，送了张假身份证拿到这儿来，一个骗钱，一个骗彩电，骗子！你血口喷人你！啊，王大爷，你可别给俺做主啊！俺都是个民工，俺我都知不道，哪不能叫他来把我欺负死？你咋还倒打一耙呢？孟导演，这到底是咋回事？俺是朱大琴呢，俺才是朱大琴嘞，俺是朱大琴，没有两件，俺是朱大琴，要什么？俺是朱大琴，够了。孟导演，事到如今，你是该说点什么吧？这张身份证的真假，公安机关会给个正确的答案。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亲口告诉我，这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我们电视台会发生这样的闹剧？我，王主任，对不起，都是我的责任。你听我跟你解释。一号机推上去，推上去，再推点。主任，朱大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准备访谈节目的采访。他爱人请来了没有？已经接来了，现在正在这等着呢。好，让他们候场吧。哎，好。哎，丹彤。啊，主任，还有事儿。丹彤啊。该说什么好？什么都不要说了，不说了，赶快去把准备工作做好，这是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记住，不仅仅是对电视台，更是对人家朱大琴。啊，赶快去。哎，好嘞。说啥来着？我说啥来着？要是老天爷可怜咱这份苦心啊，他早晚会把咱们给送回来的。你快拉倒吧你啊！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回老家，非说这城里待不下去了。要不是人家电视台出钱把你给请回来，你这会儿还在家里拉磨呢你啊！你说你干啥呀？怎么样呀？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不是说让俺心里咋想就咋说吗？嗯，你放心，只要是说实话，俺从不怵。对，就是要让他们都看一看真正的朱大琴是什么样的。哎，走，咱们进去吧。哎，啊，给我。是。哎。经过一周的寻找，一周的等待，今天我们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那个让我们期待已久的人。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虽然他来到这个城市只有短短的三年，但是他却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谱写出了一曲城市民工的赞歌。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朱大琴。你好，朱大琴，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我们顺平电视台将这个大奖颁发给你。感谢你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精彩的素材，让我们可以依据你的生活做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好，我们这边请。为了让您以后能够更好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决定将这台液晶电视送给你。那么您现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呢？安，安，安没啥可说的，但是你的故事却真真实实的干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俺就是觉着，做老实人，干老实事儿，那总是没错的。大琴子，这回咱们电视也上了，电视机也拿了，你看还有奖金呢。哎，你咋了？是啊，大琴。你们现在也有钱了，可以过上好日子了，你怎么显得不高兴呢？你先回去吧，俺还有点事儿没办完，搁在心里头不踏实。哎，哎哎。